姐夫，姐夫，你干什么呀？毛里毛躁，你也不知道敲门呢。大事了，姐夫。怎么了？我那复训考核没过。这你都能不过？你是在南亭那个班上，他难为你了？那倒没有。 就是马教员有一次我着急回去接兜兜，就跟他请了个假。那复训是封闭式的，不能出基地，你怎么请的假？你打着我的旗号了是吗？嗯，姐夫，我以为那马教员人挺好说话的，没想到人家给咱记上了。那个马教员比顾南亭的资格还老。 这是出了名的眼里揉不得沙子，缺钱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考核成绩啊。你是不是还有事儿？就是应急下降过程当中佩戴氧气面罩不太规范，姐夫，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吗？座舱的气压高度在10000英尺以上，必须正确的佩戴氧气面罩，这是法规。是。 要真飞起来，你氧气面罩万一没戴好，你人立马就晕过去了。是马教员也这么说。姐夫，求求你了，你得救救我，求求您帮帮我吧，姐夫。你让我怎么张嘴？姐夫，你说我这要下降成观察员，那可就成了咱全公司年纪最老的观察员了。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，也丢您的脸不是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丢丢你自己的脸，你少扯上我。姐夫。 您也知道，这观察员每月必须飞够80个小时，兜兜得学画画、学钢琴，还得上英语课。你说我哪有时间陪孩子了？您就打一个电话，让我再考一次。飞行员要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，还再考一次？你真飞的话，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啊！给你降职又降的对，你活该。 这次考核我都快紧张死了，没想到我也能通过哎！我就说你行吧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哎，干嘛呀？你们考核过了吗？我们四了，都拿了优。我们也过了。你看，而且宇恒也得了优呢。恭喜啊！上次失敬失敬。哼。哎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吃饭啊。但是我听说啊。 临床考核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自打我飞行以来，这是我第一次整体成绩拿到优秀，之前只是良。现在你们知道顾教员不是故意为难你们了吧？嗯。哎，从那以后，我决定跟你俩一样，彻底拜倒在顾教员裙下。啊不，门下。加我一个，我也去。加你一个，加你一个。嗯、自己不会加呀？你的香。 妈，生日快乐！晚饭等我回来做。谢谢儿子。哦，对了，宇恒跟我约好了去滨海公园散步。 下午你不忙的话，早点过来放松一下。嗯